徒长形势同你数。山春飞虎俏佳人最后一集，送上属牛虎年运程。哇，老街做乜咁好啊？但你个新春缤纷马运会，初七人一就嚟啦嘛，呢日啊蚌埠公园啊咁热闹咯，咁啊大家一齐庆祝一下咯。我要同雪地兰小马影相。咁啊啱晒啦，你帮我排住队先，我介绍埋呢个主席短途长嘅同先再过嚟啊，排队啊！嚟紧星期日嘅主席短途长排靓档嘅年华新辉，肯定系擂台等。而呢次排一档兼继续配卢爱德嘅极奇妙，有力成为三甲分子。至于大魔嘅同一世界，都近放大勇。小优复出嘅鸟语花香，实力都不容忽视噶。呢排天气咁冻，啲皮肤俾寒风吹到爆晒擦啦。我 Femica 会介绍一种又方便又平嘅润肤方法俾大家。皮肤干燥爆擦，我会去药房买一支甘油，适量咁擦喺皮肤上面，有效锁紧水分，性质仲好温和添。嚟紧星期日，等我润定肤去沙田马场睇赛事先。话时话，唔知马迷对当日嘅赛事又有咩心水呢？高达你嘅我爱你咧，上次初出咧已经好有表现啦，今次真情咧肯定好有机会捧十八区杯啦。牛奶妹，今次系最后一集，维斯有嘢问过你。啊，等我讲埋属牛嘅朋友虎年运程先啦。属牛嘅朋友今年红鸾星动，人缘好，有婚嫁机会，有蜜月星照住，有望升职，劲多贵人，仲要系男贵人添啊！啊，特别要留意属鼠嘅朋友，好旺你哋噶。师傅啊，你想问咩啊？啊，系啊。你哋十二个徒弟仔点解个个都咁似样嘅？师傅你见笑啦，我哋系十二姊妹花嚟嘅。哇，维斯，我哋父母真系好本事，迟啲要介绍维斯识。好，我黄师傅最后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我祝大家心想事成，恭喜恭喜！昔日赛马英雄嘅风采可以在呢个125周年啊赛马传奇展览度重温翻噶，不过有啲机会错失到就冇噶啦。冇错啦，就好似呢块名贵嘅惊人虎年珍藏限量版金卡咁啊！今集咧再集送俾大家，每集名额一位，想要嘅话就要把握机会，寄信到以下呢个地址。另外提提大家，星期五晚11:50有三三不准，星期六同样时间有稳到胜气噶。哇，讲咗咁多嘢，唔好咁多啦，不如我哋一齐去玩啦，下集见。下集见，拜拜。恭喜发财，恭喜身体健康，马运亨通，心想事成。